次性的吸管已经禁售了，所以我们全部用纸质的吸管来替代。那么包括棉签，以前中间的柄是塑料材质的也不行，我们是用竹子或者纸质的来货品来替代的。那么我们还提前了一步，像刀叉塑料勺这些不是非一次性使用的，我们已经开始用玉米淀粉和降解的餐具来逐步逐步取代那些。从十月份开始，我们已经开始推广这种绿色可降解的防水袋，并且停止生产了类似于这种普通的防水袋，因为这样倡导国家的绿色环保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是全面普及了瘦身胶带。相比传统的50毫米的瘦身胶带，这种45毫米的，它平均单件胶带的使用呢，能减少20%左右。